好球，包着球，好球，走。两分哦，踩到线了，三分哦。刨冰机也在，刨冰机卖冰了。对啊，你开始卖冰了？又开始卖了，是卖假的？是的啊，因为他用那台抽筋，他叫你卖啊，在我们店门口。民生路那边啊。他要卖吗？还是你要卖？他哥要卖啊，他要卖。没有了，叫什么？他要卖。他要卖身吗？对啊。卖屁股就是。赚最大吧，对，一样都是。它越来越小碗，越来越小碗，越来越小，以前那么大，现在没有。
个大。对啊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子，这个没办法。我啊，这个开这么多啊，我怕你，你到会，你怎么都点绝啊？点什么？他们单子给他开五十，然后开500块而已。对啊，就每天去开啊。对啊。那哪赚的够他？那还有租金啊。对啊，他就每天去开啊。如果是那个前面的刚好在卖冰，看你摆那边，那就去。那边有外宾。对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是这个的，就是你对面也是在卖那个冰品的东西，他就会去停。好，球走，三二三二，三打二三打二。好球！哎呀，我看，再攻一次，30秒，哎、欸、，over，over。